这是我第一次开箱啊，就是拆解一份学生毕业的时候送给我的卡片。那这个卡片很有巧思，说光宏老师309嘛，那你转过来这边呢，他就说 open 啊，那我们就打开看看。那打开的时候，这边就先出现了这个thank you 啊，然后就这样慢慢把它打开呢，哦，就先发现了他们班的团体合照，然后他还做了一点点美编，好，然后接着下来更大的细腻点就在这里，哦，这个很像是那种七巧板的组合。然后呢，我就这样慢慢把它摊开之后，哇塞，各位看一下，他所有的对老师的祝福，还有我上课的内容，他都写在这边，好，那这是我认为很有巧思的一个卡片，那也跟各位分享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再把它组合回去，然后就轻轻的再把它压回来。好，然后这是当初的九班，好，那我就再把它合起来，然后过来看一下。好，这是一个完整的开箱的概念。好，谢谢。